我是一个台南人，22岁，现在在家里读书，可能是我家住较远吧。小孩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说有大菜市这个地方，对这的印象是高中时候才开始的。会记得那当时会跟同学来这吃饼吃土土鱼羹，只是较早没什么人，还有淡薄恐怖。这几年想也想不到，大菜市变得人很多，很多年轻人会来这开店，整个市场变得很热烈，很清闲。不会建议说这是个菜市场。不会啊，太吵闹。不知道。逛菜市场的人都是来吃小吃。没有，这个菜市场很特别，不卖菜，不卖肉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菜市场。它是卖吃的，卖用的。像昨天有客人啊，他说：“啊，你们，你哪会回来做这個？”我都兴趣啊，无爱趁外口的红钱钱，等下家己做这啊吼啊过生活。哦，恁这摆少年的想法真正无同，因为他的想法就是我就是要赚钱，我就是要赚钱。他没有想到除了赚钱之外，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。对吧？像我们朋友竹科的朋友，他赚很多钱，他老婆跟他吵到离婚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奇怪？每个老婆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很多钱让我花，不是很好啊？为什么要吵到离婚？你没有时间来陪你儿子啊？你儿子看到你叫叔叔，没有？他儿子不知道他叫他是他老爸，因为他早上出门，他儿子还在睡觉，晚上回来，他儿子也在睡觉。
他儿子看他回来，哎、欸，叔叔，哎、欸，很可怜哎、欸，你赚这钱要干嘛？对吧、啊？所以不知道，就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。呈现粘稠状的时候，就是看它是不是会砍漆。如果会砍漆了之后再移出来，那我太快加进去了。对，然后再移出来，移出来之后，你用那个汤匙沾一下小猪打粉下去就好了。继续打，不要停，快一点，要快，要快，再快点，再快点。那个速度无法调啊。好，倒下。他不是师傅，你是假师傅，你就去弄嘛。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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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碰了，碰了，碰了，好亮啊！这把成功了，成功了，跟我成功了，碰，哎，没有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但是我帮你加的粉是对的。你看啊，但都做上去了啦，嘿嘿，你看。成功吗？啊，八一块，快点来八一块吃看。哇，没关系。现在会让我感觉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早上起床就是要来上班，然后下班回去，下班就是要吃个饭，回家就要准备睡觉，然后有时候聊天讲的话都是在讲店里的决策啊，什么东西该怎么变啊。仅存的一些些放假时间都在处理家务事啊，就是衣服要洗啊，狗要遛啊，狗要洗啊，要怎么样啊，对啊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两人时间，但是取而代之好像就是家庭生活吧。我最近在做地瓜，然后鬼让我用吃地瓜叶子，看讲地瓜叶子会袂酸。做，你有办法做？我打来中红的香，这用紫色哦，啊，厝边又讲你要开夜店哦，今麦安尼个女性做哦，哇 ，special， 哎，菜单瓦解，自己今天去写啊，我那个不认识你，走过来真的是很显眼的。那个就奇怪了，看人家吃鸡卵糕，吃饼了，这个吃饼。工作就是跟客人聊天的，他不是很好吗？虽然说钱很少，就是一开始不太适应。以前在公司，我们同事都是这样哦，买衣服是没有在看表的，不看钱的就对了，就喜欢去拿拿拿，就是接到个几万的。就是这样的，以前的生活就这样。现在是买衣服不看款式，只看要买。一千呢？那这两千算了，再去飙过来了。现在生活变这样，差很多啦。但是，是有笑容的。虽然说买不起好的东西，买不起贵的东西，但是很开心。已经这么晚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还要去溜棒棒。哦哟，很无言呢。无言什么啊？咱起床吃饱，咱去干嘛？起床我吃饱。那不然你先去嘛。我先去。那不然怎么办？你觉得我先去能看吗？不能看吗？你长得不好看。要去结婚，结果你说你新娘，你先去新娘，等一下去，这不是很好？我们两个等一下是要去结婚吗？我没有要说要嫁给你啊。我已经答应了，你半夜做梦都说我愿意这样子。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家庭的，就是我们大家把这边当成是一个我们工作的地方，但是也是一个。除了工作之外，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。不会像以前在电子公司，就是我去那边就是工作，恨不得赶快离开那鸟地方。应该说，你到底为了什么来赚钱？我的想法，很多人都本末倒置了，就是我为了我要好的生活来赚钱，却因为要赚钱把我的生活搞乱七八糟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
果可以的话，如果这个地方还适合我们这样子的店面存在的话，当然也会希望继续下去，这样才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啊，说不定会到200年。对啊，但不敢去想那么远啦，就是做好现在啊。还可以记说，我大学三年的时候，有一天陪妈妈来大菜市吃东西，她跟我说，市场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旧空间，是日本人起的，要带我来去看一下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到说，原来大菜市不是只有美食，少年而已，还有一个黑暗神秘所在。我们是批花，就是等于我们是牛肉汤的那个源头，因为我们牛是现宰的，自宰的，自己宰的，就是说自己宰，然后自己批花。那他们那些牛肉汤是来跟我们批肉去卖的。那现在人多了，宰牛的很多了，不像以前只有2家在宰牛。那牛肉汤的话，24小时各个地方都有人卖，而且宰牛的越来越多，那竞争力就强。赚的那个钱就比较少。24岁，你当兵回来没多久吧？我是85年来的，
好像八四五还是八六。啊，想要不要来一家吃吧？没有啊，工作啊，找不到更好的工作。六点七八点多就七点多就上班了，我是跑到那个三万那个肉品市场去杀你。啊，我们是，你看看我们回来大概十二点回来的话，那时候是杀完回来，十几个小时，大概十四五个小时，不包括冬天休，不包括冬天休息几天啊。非常难找，因为我换算时间的话，100多块，要一百块要100块，不高啊。我们都是睡白天的啦，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，长期时间习惯，但当然是对身体比较不好，对我们健康不好啦，真的是不好。像我都是要靠吃药物睡觉，我没有办法自然睡觉。我们休息的时间，人家别人已经在上班了，那我们上班的时候，别人在睡觉休息。所以说，这个行业是非常辛苦的。所以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他们来接，所以直到我想只做到我这一边为止，就不会再做下去了，不会再有第三代了。知道第二代而已。要拍拍这种，等一下我们家要战争。拍拍，等一下就可以走了。这边就要改建做那种，类似像有古迹参观的那一种，然后卖一些小物力的那种小东西啊。那到最后会把，那到最后这边会没有这些摊贩的。现在台下市的菜市场越来越少了，没有人要接啊，我也不做啊，累，太累了。很累，这些颠倒很累嘞，而且久了就知道了啦。身体状况差，之前差很多。故事已经到上尾啊，我甲大家讲一件代志。其实咧拍这部纪录片的时阵，我上敬佩就是大菜市的徐大人，应该市场当作家己的厝，伫咧遮生活几十冬啊。我看起来是足无聊，但是因讲因足快乐，足享受。
我真无办法控制。我想买那种诶。啊。多少钱？嘿哦，嘿怎么？差不多，爱差不多，准时不？怎么去也是要千五块？其实我买很贵。嘿嘿，啊你买几？买甲你讲。我比千五块贵哦。哦，你买就好。台北袂较贵啊，贵淡薄贵着啦。这支吼，这支扛这支吼，你加偌好？系啊系啊，啊这支咧？这支哦。系啊，我记得是这个牌子咧。哦，这个牌子哦，哦这牌子叫啥？这款牌子扛这哦，这种老牌子哦，这阿姆斯啊，哎我较准嘞。袂啊啦，我买这支。我一款人客无咧讲，啊你啊袂要退休啦？足侪人识晒讲啊，较袂退休个，啊我。我咧讲，我都唔是食咧退休，我当食就是退休，当食吼，啊都电视，若爱看电视，啊若有熟识的，熟识咧只买物件开讲，啊无直接看人，啊你当厝里够有人通看，无嘛。玉珍记的表演。你刚买去迄个前年前买迄款嘿？我买过。你买袂？我人买迄款唔是嘞，人迄款迄个蚵仔阿康迄个客，我直接15块。你想要食？我准备来买。对啊，你去买啊。你即摆去买好啊。我对你后边咧行，你不是要吃甜甜圈吗？对。我讲你体验嘛，只觉足奇怪。未奇怪，是你感觉奇怪，较奇怪。感觉太无，太细腻嘿。我这足专业的吼，较奇怪。啊你专业人，别人看都袂够专业。唔免管别人，做好家己就好啊。对哦。来吧，甜甜圈啊，五分钟就倒来啊。同意就作怪，我不爱去。来。对对对，较早人是拢迄落，拢平人做诶，毋是像即摆吼，即摆讲即摆人拢家下乱诶。阮迄较早是拢迄落平人做诶。
啊，伊想也袂嘿，伊嘛是一个好天灵啦。伊往生以前当个时吼，大汉个十几岁，啊，细汉个四岁，上细汉个四岁，是比较有责任较重啦。我是要我还好啦，阿变哪问题？咩？迄人个名个物件，无话，迄较早人捌个。有朋友，朋友无咧介绍，我介绍讲就我拢话，我讲，伊未完成的任务啦，我替完成就好。一个是那咧拍干吼，他比较有吃。我想生活啊，这年岁啦吼，那安尼
身体健康，平平啊，你好过安就好。人的人生安就真好，真满足。一百年来，大寨市不断的轮回，旧的店离开啊，新的店就伫目只手，时代一直在交替，市场。也一直在变化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大家心目中的大菜市。